这是想你的夜，你这个坏家伙。我睡不着，所以和产鹤一起来了。你在月球上一定要幸福几百倍。你留下的，我都会负责照顾好，所以不要太担心。深深一抱，这是陈怡又给文斌的应援。19日离开的文斌啊，你不寂寞，怡又第一时间就赶回韩国看你，陪伴着你。温暖的陈怡又也到了文斌的哀悼区，写下手写信，向正在天上沉睡的文斌喊话：斌啊，这是想你的夜，你这个坏家伙。我睡不着，所以和产鹤一起来了。你睡得好吗？为什么我这么怀念和后悔？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，哪怕是一些琐碎的小事，你在月球上一定要幸福几百倍。你留下的我都会负责照顾好，所以不要太担心。你辛苦了，我爱你，对不起，我的朋友。陈怡又还写下了 Astro 的 We Still 歌词。其他队友也来了，小分队的产鹤也写下告白信。哥，你过得好吗？我很想你，感觉哥到现在还在我面前一样。我也知道被哥看见我这样一定会被骂，那这阵子先让着我吧。哥，我一定会幸福的，一定会守护。我很爱你，很爱你。队友晶晶也喊话，各位好好照顾爸爸妈妈和秀雅，你不要担心。 MJ 则说，哥很抱歉，如果之前再亲近你一些，没有保护好你，对不起。 Astro 成员间果真感情好，相信未来成员们也会连化成星星的文斌的份一起努力的。公司也公告陈怡又30日会依照原定行程出席韩泰交流活动，延续 Wanna Be Your Star 精神。힘내세요，죽은사람도남겨진사람이오래힘들어하지않길바랄거예요。